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佩奇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小朋友们一起到野外去看看。之前呢，都是在家里面。嘿，那今天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呢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小猪佩奇幼儿认知小百科二。佩奇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？露营 ，camping。那露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动物啊？这是愉快的一天，猪爸爸带全家去露营。野外露营都有些什么呢？我也很好奇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哇哦，好大的风哦！放风筝，我可以算专家了。哇哦，小心别把风筝卡在树上了。风筝 ，kite。哎，快看，你们身后还有一群小鸭子呢。鸭 ，duck。哇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看，哇，这个白白的是天鹅。天鹅 ，swan。Swan， Swan， 天鹅。天鹅有白色的羽毛。天鹅白色的羽毛可真漂亮。啊，这个跟蝴蝶好像哦，它是黑鹅 ，moth。哎，旁边这个我知道，旁边这个呢是猫头鹰，快看它的眼睛可大了。猫头鹰 ，owl。owl。猫头鹰，猫头鹰一般在夜间活动。看来白天很少能见到猫头鹰呢。咦，这个浑身长满刺的，就是刺猬咯。刺猬 ，hedgehog。哇，它的英文好长哦 ，hedgehog。蜥蜴，蜥蜴 ，lizard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小知识吧。蜥蜴的舌头可以伸得很长哦，小蜥蜴真有趣呢。哎，这个小动物从来没见过呢。阔鱼，阔鱼 ，slug， 阔鱼，阔鱼是一种软体动物。嘿，我看这上面看起来就是软软的，这个是小蚂蚁。蚂蚁是一种昆虫，蚂蚁 ，ant。首先我们出去要住，所以要有一个大大的帐篷。帐篷 ，tent， 帐篷。搭好帐篷，就可以在里面睡觉啦。那我们既然要露营的话，一定要填饱肚子才行，要有一个烧烤。烧烤架是用来烤食物的，烧烤 ，barbecue， 烧烤，木炭 ，charcoal。嘿嘿，我们来看看木炭吧。哦，现在我们的木炭正在燃烧呢。那当然，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要有一张漂亮的野餐布才行呢。野餐布 ，picnic 了。野餐布上有许多美味的食物。燃料 ，fuel， 燃料。燃料是用来点燃烧烤架的。那出来玩，猪爸爸最喜欢带的是什么呢？望远镜。嘿嘿，对啦。Telescope， 望远镜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很远的地方。对了，外面的地形特别的复杂，所以我们需要带地图 ，map。地图可以帮我们找到回家的路，在睡袋里睡觉可舒服啦。啊，睡袋 ，sleeping bag。手电筒 ，torch， 手电筒。
手电筒是用来在夜间照明的，打开手电筒就可以看到光了。光 light 烤串 skewer 烤串可以在烧烤时烹调。饭盒里有一个绿色的苹果，饭盒 lunchbox 午餐看起来很美味哦。午餐 lunch 佩奇喜欢骑自行车 bicycle。 我们需要一个放大镜哦。放大镜使物体看起来更大， magnifying glass 放大镜。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，你们快看是什么？黑莓 blackberry 黑莓在灌木丛上生长。抬头才发现今天的太阳可真暖和。太阳 sun 太阳照耀着天空。好啦，佩奇，希望你们今天露营的开心哦。那你好好玩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哇，今天呢，我们和佩奇一起出去露营了。那我们见到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，嘿嘿，我还记得那个飞蛾跟我们的蝴蝶长得也太像了吧。还见到了天鹅，白色的，很漂亮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佩奇还告诉我们出去露营需要准备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的帐篷呀，我们的午餐布呀，还有我们的什么燃料呀，饭盒呀，等等等等，很多很多的东西呢。我们今天呢也学到了很多的英语。那小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和我们的佩奇一起出去玩会有很大的成长呢？好啦，那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来找我们的佩奇玩吧，拜拜喽。